天籁般的嗓音，天真烂漫的气质，小小的年纪，大大的能量，来自马来西亚的乐坛新星 Emily 蔡敬轩，踏上第一次来中国的旅途。Hello 啊，大家好啊。Hello， 大家看，我现在在机场，因为我今天要出国了。然后我要去哪里嘞？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国。这次来中国呢，其实是很方便的，因为马来西亚去到中国是免签，所以我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等，所以很方便。来吃吃看海口有什么东西，吃看能不能合我的胃口。我觉得很香。那个水酸粉，还好，我觉得没有很酸哦，没有酸。丹州米啊，我觉得它味道还可以再重一点。其实跟我想象中差不远，然后也有看到很多的档口，就卖一些小甜点还是一些食物，然后看着就很想要吃。然后还有刚才的晚餐也是有吃到海南的一些特色美食，然后我觉得跟马来西亚的一些食物还蛮像的。其实我觉得来到中国都会蛮亲切的，因为大家都是讲华文讲母语，所以感觉沟通也不会有障碍啊。我觉得我会跟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安利，因为我其实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嘛，然后我的哥哥他也没有来过中国，所以我也会跟我朋友啊还有家人跟他们讲，下次一定要来中国玩。明天我就会去到陵水玩啦，然后听说那边有水族馆，还可以跟海豚互动，所以我已经很期待了。Hello 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我要表演的地方啦，海洋欢乐世界，里面到底会有什么好玩的，我们一起去看，我们走。三沙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Emily 蔡敬轩，很开心来到了海南，并有幸参与了海的传说新年诗歌音乐会，也表演了我自己的歌曲我的 Tide。 那更多的精彩就让大家期待一下三沙卫视吧。